Hello，大家好，我是华晨宇。那我今天收到了我这个火星演唱会的这个特辑，那今天呢就提前先帮大家做一次开箱，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我也是今天第一次收到，我还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小心翼翼。还是一如既往的外观，就是这个火星头啊，鸟巢的时候的一个照片。都有什么？哇，啊，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 USB 是吧？哎，是这个，哦，看很小巧。这个外观其实做的有点，说这个灵感是来自于我们今年鸟巢这个浓缩版的四面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时那个开场的时候，那个所有的屏幕上会有很多的那个小方块，这样还有点那种平行宇宙的感觉，也挺酷的。因为今年本来开始说要做碟还是做 USB， 后来决定还是做 USB 吧，因为 USB 可以做成那个 4K 嘛， DVD 好像做不了 4K。所以我们今年演唱会是做了鸟巢的2天的混剪，本来做的是一个 4K， 而且内存也很大，大概光视频就有100个 G 以上，但这个 USB 是128 G。 哦，这个是彩带，这个是我打开了这个是我们就是鸟巢9月9号的这个彩带，十年鸟巢欢迎回家。鸟巢9月9号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原因，然后可能当时没有办法放彩带，这次我们就把它收录在这个特辑。二哥也本来要当那个临时工的，要来放彩带的嘛。那这个是鹏哥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啦，算是完成了23年的火星演唱会的任务了。那我过年我就给鹏哥发个工资吧，给他买点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记得谢鹏哥。看这个相册，相册还挺大一个。这相册应该都是演唱会的照片，我跟大家一起看，我也第一次看。这个封面好像当时唱我的时候，有点像这个灯光。啊，第一页是这个，这个应该是目录，这张 USB 里面所有的内容的词曲作者是彼此书祝福，热爱永存。这个好像是歌词。啊，这个照片啊，哦，这个相册里面有23年一整年演唱会的一些，这个我记得是鸟巢第二天的一个造型，开场的衣服。这个还是上半年我们那个乐园演唱会的那个乐园形式的这个户外的时候，白天唱的下午场。那下午场真的还蛮好玩的，还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打打游戏啊，还可以打麻将。这是鸟巢彩排的照片，这个也是，哎，这是哪一场来着？这个好像是上半年的晚上吧，火星乐园的照片的样子，火星人都在这里，把大家也拍进去了。很多很多，好像我都没有见过的照片，之前。这个画册有60多页，去年好像。因为开了很多站，跟大家聊天聊的次数算比较多的一年。鸟巢10周年也和大家一起完成了我们的10年的约定。我记得当时还说，就是这10年，就是大家就是选择我没有错这样的话。后面好像在南京站的时候跟大家聊说，选择你们也没有错这样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聊天还挺好，挺温暖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特辑开箱就到这里了，提前先帮大家看了一下，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我们这个包装啊 USB 啊包括彩带都是红色，火星的颜色。快过年了嘛，红色也非常的喜庆，提前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红红火火。签个名，这个签在行了。